30分了，那就开始吧。新游戏。哦。Will you snail？我是小瓜，我很好奇下面那个按钮是做什么用的。我不知道，但157这个数字真不错，哇，它很嗨耶。OK，来吧，小瓜。哦，我有一顶帽子了。我可以带一只小瓜牛，哎，好可爱哦！我要带一只小瓜牛，小小瓜。This test is quite simple. Even you can understand it. When I say go, you must try to reach the end of the level as quickly as possible. Do you understand? 可以再解释一次吗？来吧，小小瓜，我们走。The rules are simple. You just try to reach the end of the level, and I'll try to kill you. 听起来还蛮直接的。好、哦，开始了。呜呜呜呜呜呜！哦，李炫，哦，哇塞！直接过去。哦，这是第一关而已。哎，等下，闭嘴，闭嘴！你，我刚听你的话，差点就死掉了。哦。我直接被骂白痴了，我要挑战看看走上面的。小心，上面的反而比较简单。这是我在卡比里面对所有怪物做的事情哎。等下，这个厕所的设计好像不太对。不能站在原地太久，不然的话他就会刺你。I actually underestimated you, human. Turns out the higher difficulty we had before was the correct one. After all, 等一下。I changed it back again. And here comes. 他现在开始会去动那个东西。小心，小心，小瓜，小瓜，小瓜。冲啊，小瓜，来吧。啊！小心，小瓜，来吧，从这边，从这边好了。重点是不要让他们再伸出更多的箱子，不然的话，反而会更难躲。来吧，小心。哦，感谢你早说，真是谢谢。Go go go！小心！ I adjusted your difficulty level a bit because I really dislike seeing you. 我不会玩最简单难的。You're playing on easy now. The pinnacle of what humans are capable of. Oh my god! 地上会慢慢的变少，所以我不能站那个地方太久。等一下，我发觉我好像犯了大错。啊！该死啊！不要再嘲笑我了。我知道我很笨。我又被降低难度了。哦，nice！ 第一章结束，成就解除锁定。很可悲的小胜利，但是好爽。你认识阿米莉亚吗？我希望你不认识。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人。他真的计划对媒体，对体制发动恐怖袭击吗？别相信那些愚蠢的谣言，这是不可能的。他教会了我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知识。这故事变得一点都不好笑。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让他消失的理由。不知道什么是体制。我变得好大，大瓜。他们人工智能系统名叫乌贼，最疯狂的是……哦不，让我猜猜，他们让阿米莉亚负责这件事。是的，看起来他还活着，很刺激，不是吗？我不确定自己对这件事有何感想，
我希望他们能善待他。闭嘴，好花哦背景。好哦，我才刚讲完，现在是钱不够花是不是？我觉得他疯掉了，快走，小小瓜，不要待在这里。开始了吗 ？OK。哦，小心，定时机关，小心，上面可以走啊，上面好像不能走。哎、欸，大哥啊，我在看呢、啊，来吧。有了，要根据他的箭头去做动作，不然的话应该就会死了。等一下，给我右边的，我不要，给我不要再给我左边了，我想要往右走。该死，快给我右边的，给我右边的，给我右边。哦 ，Go。那个要怎么躲 ？OK， 我走上面。Go，Yes。那个其实算是腹部重击啊，那不是爆头。耐心 ，OK， 我才刚说完耐心，小心，差一点点 ，Go， 啊、哦，我不喜欢这个关卡，然后你还要去玩 DDR， 是哟，哟，他说右我就走右，但是他的输送带会往立刻往右，然后让我去撞那个尖刺。Go go go！ 哎，Go go go！ You humans enjoy your pointless little toy guns, don't you？ 哦，给我枪，给我枪！恐惧来自火力不足。好，该死，应该可以了，应该可以了。耶、yeah ！不、哦，不要是杰作，好不好？等一下，不能一直去射那个东西。谢谢你的追随，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实况。希望你会喜欢我受苦，因为今天会有很多苦。看准时机。哦 ，yes， 小心亚马逊的无人机。这就是为什么亚马逊会发展出无人机技术，全都是为了这一刻。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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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呜 ！And here comes the boss battle dance off. Boss 战，我立刻就死了。他怎么测到我不会跳的？呜、哦，他怎么手上来的？可恶！哎、欸，我以为自己很聪明。OK， 他搞砸了，他搞砸了，就是现在。呜，重点就是拿到那个上来我就赢了，但是他知道我要拿那个。哦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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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东西？跟玩战机游戏一样啊！不要再帮我降低难度了，可恶！还有第四阶，等一下，不要！哦不，他怎么还有第四阶？第四阶的话，反而要往左边那个感觉比较好。
Yes! No, Mr. Dance. Seems like this killer party is over for now. Not cool, human. Not cool. Oh. You're such a buzzkill. 第二章结束了，我才不要再跳舞，永远都不会再跳舞了。女装跳舞这个目标结束了，没有了，不离不弃。就算我经历那么多痛苦，至少我还有我的小小国。哦哦，它会飘一下哦，那些是水流，了解。发出一些怪声，希望自己比较不会容易被打到。有了，小心！大家都最喜欢的水下关卡。当第一个人设计出水下关卡的时候，他想起了他拥有的感觉，那个窒息感，就是这个。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令人想吐的感觉。像现在，他冲到前面就只为了挡我。你以为会往上走吗？肤浅。我才是肤浅的那个。哎呀！啊！呜呼呼呼！哦，运气真好。This is a race. The slowest participant will be eliminated. 他早就知道了呢，他知道怎么走大哥。来吧 ，Yeah！这个太难了吧！你怎么直接？他作弊，他知道进入。哦，这次好像不错。我才刚说，我不应该再说我不错。哦，小光你太棒了，冲啊！耶！好，小光，小小光。小小怪，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关照过你过。你看，我们现在在玩转圈圈呢，好快乐啊，对不对？不要看下面的炸弹，不要看。小怪，小怪，你不要放在那边。小怪，小怪，呜，呜。嘿嘿，听得懂吗 ？Block， 方块，困住。好好笑，电脑。我一定会把你的小屋子给干掉。Oh my god！ 不准你侮辱我的小小瓜！我知道我很蠢，但是不准你侮辱他。乌贼在海底建造一个巨大的设施，看，好家伙，这么巨大！他为什么要建在海底？很可能是不想我们或者是体制知道。不管怎样，都不会是好事。小心啊！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不要败在体制下面的小瓜。哦不，哦不，那个有个恶心的了，把他的脚一个一个断掉。小瓜加油，海底是属于你的。不，等一下，有为什么？怎么会那么空旷？哇塞！不 ，OK， 所以要早一点去弄完这些东西。OK， 他的上面的手都很脆弱。哦，等一下，我没看到那个东西，要怎么看啊？天哪，你不要吐那么多汁好不好？有个恶心的。OK， 一开始就直接先站在这边，尽力去把他手剁断。小这小瓜在干嘛？小瓜，来吧来吧，就是这次，就是这次，杀了他 ！Yes。第三章结束，成就解除。哦，乌贼被禁止了，从此之后，这世界上不能再有任何乌贼。